我的车呢？冰冰把车开走了。凭什么呀？冰冰凭什么把我的车开走啊？他是我什么人呢？你把我的车给我要回来。 冰冰把车开走了，你看，看你这点出息，你还想上演飞车私奔追逐大戏啊？姑娘没了，我的车也没了，美国人有比你更有能耐的吗？冰冰把车开走了。 哪儿了？你吓死我了！那个皮皮虾把你带到哪儿去？别激动，我跟 James 已经结束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你很不正常啊！跟我说清楚发生什么事了。来，他不跟你结婚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他跟你谈什么呀？几个意思呀？太过分了！天哪，这个世界怎么有这种男人呢？ 你放心，女儿我一见到她的话，我就打死她，我见她一次打一次，我见她两次打两次。行了，别再演了好吗？再演就过了头了。你明明心里偷着乐的嘛，还装？女儿啊，我哪有装啊？你妈我全是真心的。行了，是我是有点自私，我觉得小白挺好的。 虽然你不喜欢他，你跟那个皮皮虾要是在一起的话，你肯定要远嫁，洛杉矶是好，可是我呢？你想想，你外公外婆怎么可能陪你去啊？你妈我只能留下来照顾他们，可是我就要跟你分开那么远了。你想想，要是你妈有什么事的话，我第一时间能去找谁呀？ 像现在这样，你委屈了，第一时间谁来安慰你啊？啊！哎呀，冰冰，不哭了啊！你这样妈妈很伤心的。妈妈，妈妈知道，妈妈真的不舍得你离开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只怕没有你。 听过，父母在，不远嫁。妈，为什么我爱的不爱我，爱我的我不爱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一哭我就很伤心，不哭啊！行了，我答应你，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小白，我都不管了。 喂，晴姐，小白呀，好消息！今天冰冰还没天黑呢就回来了，他跟那个皮皮虾没戏了。哦，哎，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他跟那个皮皮虾分开了。哎，刚才冰冰跟我都露底了，他说他跟那个皮皮虾不会再见了。你要知道啊，给他一点点时间消化，他心里面是有你的。嗯。什么嗯啊呀的？
你呀，用心一点，追回冰冰，我站在你那边啊。天边最美的冰冰，我要把你带回美国。哎，是不是想吐啊？啊？冒险，我们喜欢在没有人的地方游荡，我们还喜欢当志愿者，我还喜欢作品。我给冰冰带了好多礼物，这是我给她带的，我给她带的纹身衣，还有金饭。行了行了，别谈了。半身的自传上面还有他的签名。三回美国。哎，哎嘿，往这吐哦，往这吐。你喝醉了啊，不能再喝了。啊。先帮帮我。帮帮我。我。如果我答应了他，我就放弃了我自己；如果我离开了这里，我就等于……哎呀，我永远失去了他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先帮帮我！哎，大先生，大先生，大先生，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，是现在。我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，我爸妈都。结婚了30多年，因为我太重视婚姻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结婚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因为你特别重视婚姻，所以你不想轻易给他一个承诺，对不对？冰冰，冰冰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谁是冰冰啊？My heart is just for you, never and ever 啊！冰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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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抽啊！冰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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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冰。别装啊！哎哎哎，詹姆斯，哎呦，你，我要给冰冰发微信，发发发发发发发。半个地球来找你，我们的距离虽然拉近了，但是我们的心就像那隔了半个太平洋那么远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不是不想结婚，而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爱你，所以我尊重你，我给你空间。冰冰，明天我会坐上海最早的航班离开这里。我把托比给你留下，社会转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对他。再见了，我的爱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一辈子。
抱着吧，你快排队去吧，我不送他。沈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密斯和总是要打扰我跟冰冰的爱情，这不对。能不能别老抱着我？你要非要抱，你去抱个垃圾桶去。我不。你放开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。你真是个怪物。哎，你有多少中国血统？25%，太少了，懂吗？我不明白，我的基因跟我的爱情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在中国，在中国，丈母娘选择女婿的标准，首先要符合自己的心意。你第一面见他妈就被 pass 了，第二，就你这么个人，满地球乱窜，人家妈妈能放心把女儿交给你吗？第三，我不明白。我到底是跟妈恋还是个女儿好啊？你要干嘛？你淡定啊！我跟你这样，你得一会儿被抓起来，也得给你送回去。在中国，要想搞定一个女儿，首先要搞定女儿她妈，懂吗？而且怎么搞定？求答案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你的答案肯定是错的。看你这身打扮，这么老，今天看着还行。但是你见他妈穿那身太差了，跟个街头卖艺的似的，人家能喜欢你吗？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正确的答案是干净、利索、有教养、有礼貌，你起码得跟金太郎一样。你，谁？那你教教我吧。现在教你有毛用啊？晚了。赶紧排队去，别误机了。不是。我不走，快去！谁？我丢了我女朋友。走，你别误机了。我丢了我的女朋友。我要来中国旅游了。我恨你教父。谁？哎，谁？你进来啊。Hello。Please。你好，先生，你的好了，先生，你的好了，请往里走。今天是咱们两个人见面我最开心的一次，因为我们终于要两清了。嗯，
还你。机票、打车费都有发票，你核对一下。这美金是干嘛的？巴西的呀，都还你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是说好了呀，我拿了钱就再也不见面了。但是这几天我们见了多少回了？我就知道你小气，这个我先不说。那个垃圾真的走了？哎呀，亲眼看着他过了安检。哦。这事儿干的，拆散了一对恋人，我挺后悔的。后悔什么呀？你是积德，你啊，促成了一桩美好的婚姻。你不觉得我们家冰冰和小白是很合适的吗？我多一句嘴，你看着吧，冰冰和小白一定会有问题。是有问题的，两个人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呀？冰冰是嫌那个小白呆呆的。非要找一个有激情的人，哎呀，跟激情的人生活能贷款吗？能吃饭吗？弟啊，姐来告诉你啊，激情是不可能长久的，需要有爱情、亲情，还有友情，最后连同情都有了，你的婚姻才能长久的。您的婚姻里不会连同情都没有吧？你呀，真会聊天啊！我最不喜欢喝鸡汤了。我这个鸡汤很有人生价值的，香着呢。嗯，詹姆斯这个人其实也不错，也不是很坏，只是他不应该找冰冰，他应该找一个女人跟他飞来飞去的。冰冰是不行的。你倒是挺靠谱的。谢谢啊，不过呢，比起小白还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你不生气吧？我生什么气啊？生气管用吗？我走。哎，钱你拿去。我不要。你收下吧，我不想欠你那么多的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钱你拿走啊！我说了我不要了。什么不要啊？你别走！哎，别走，别走啊！哎呀，你拿着嘛！你这个人的脾气怎么那么大呢？你就不能接受人家的道歉吗？你不用跟我道歉，咱们俩已经两清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在巴西的时候我就要跟你道歉，还有我硬是要把那个皮皮虾塞给你是我不对，还有我冲你发脾气也是我不对。别跟着我了啊！哎，你接受别人的道歉你要收钱的。我不要。哎呀，你要吧？啊？这大白天的干嘛呢？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喂喂喂喂喂！哎，这个人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秦姐，哎，别说话，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赶紧闭嘴。咱们说实话，也是新时代的先锋女性啊，像你这样满大街追人跑还倒贴，不太合适吧？我不是你，第一次见有人能治你，太爽了。还爽，我被他气死了。哪儿认识的？不就是我说的巴西直男吗？是他呀。嗯，哟，你这么对他，他都能忍你，肯定有所图谋，要不然图人，要不然图钱。我看他呢，不像是缺钱的人，他是图你的人喽。别瞎说了，开车吧。难道他真的是图我人？还说没情况，一试就试出来了。别瞎想了，我当他是弟弟啊。弟弟，我可喜欢弟弟了。女流氓，青姐加油哦，把握好那第二春。又这么丰盛啊，亲爱的，你让我怎么能不爱你呢？别碰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田玉是谁啊？你朋友啊？怎么了？你看我电话了？我最烦别人看我电话了。还妹子四？尹少聪，你到底有多少妹子啊？开个玩笑嘛。开玩笑。我为了你现在都这样了，也就是妹子三是吗？你是人吗？把电话给我。你说说，你电话里有多少妹子？来劲了是吗？滚！是不是疯了？哎，朱莉！哎，朱莉！滚！哎，朱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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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朱莉！滚！把衣服给我，姑奶奶，闹着穷。这个没有同情心，这个只是点赞之交，这个就是想骗钱，这个好几年都不联系了。怎么了，朱莉？方舟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，只能打给你。你能听我说两句吗？没事，你说吧。我以为离开你，我可以找到一个爱我、疼我、一直陪伴我的人，但是我现在才明白，天天黏着一起有什么用？连心隔肚皮，这东西谁能看得见？他欺负你了？我真的太傻了，我真的以为他会一直陪伴我，对我一心一意。但是我连备胎都算不上。在他给女人的列表里，我就是妹子三，我就排在第三列。那他真是个混蛋，就当老天给我的报应吧，我活该。行了，没一个渣男不至于这么难过。方舟，我最对不起的人的就是你。我视而不见你对我的好，我只看到了眼前的寂寞。对不起。
我知道我做了这样的选择，你不会再要我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特别的后悔。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是因为我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朱莉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安慰别人。不要你的安慰，我就是想让你圆。我记得电影《甜蜜蜜》里面有一句台词：“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早上起来满大街都是男人。”方舟，你试试，回家睡觉吧。在忙呢，干嘛呢？啊？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跟我套近乎。还是你最理解我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可能之前吧，我做了一些事情，让你觉得有压迫感了。妈妈应该向你反省，但我也希望你能明白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的，都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呀。希望你能得到幸福，可能我们的做法呢不太对，让你在心里面觉得难受了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。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这句话呢？哎，这可是你原话呀。好了，你妈已经认错了，你就别用小刀来扎你妈了，行不？我还没开始扎呢，母上。宝贝呀！哎，行了，有话直说，别跟我撒娇啊。嗯，好了，今天你妈跟小白聊过了，她说的也对啊，我是你们的长辈，我真的必须要理解，还有尊重你们的选择。你呀，就让自己多一点时间，也给小白多一点时间，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想清楚了再去决定啊。你真的理解了？嘿，当然了，你妈又不老，而且网上不是说吗，童颜母女，咱们不就是吗？我呀，我现在跟你没有代沟啊。那童颜妈妈，我觉得现在咱们两个的生活啊实在是太紧密了啊，很难再发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，不如呢我们距离稍微远那么一丢丢，我搬出去住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，童颜？我觉得不行。为什么？外面的人是怎么样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害怕呀。你看，还童颜妈妈，你可拉倒吧！哎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是我没有说可以让你离家出走啊。我就是要离家出走啊，怎么样？你就那么烦我？哎呀，倩倩，别黏过来。我们两个现在什么事情都掺和在一起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我要搬出去，我找好房子我就搬出去。好啊，你去问你的皇阿玛呀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，不要跟着我，烦死了。你嫌我烦？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嫌我烦呢？我十月怀胎啊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这样对你妈，哎呀，哎，气死我。我反复的看了很多次，头三集真的有很多地方要改，你们呢去跟导演他们说好了，我们不能为了一个角色毁了我们一涵呢。你们俩去跟导演和编剧沟通好了。那好吧，出去吧。
晴姐，这个戏怎么了？还想不通啊？我想演个现代戏，总演古装，我不喜欢。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部戏，但是你那个角色很吸引人，很有发挥余地的，而且他们的平台也很好啊，一家网络，两个卫视，而且是黄金档呢。孔导啊，所有的戏都是非常有收视率的，能上这个戏是你的荣幸，而且可以让你的戏提升一个台阶。你相信晴姐吧，姐答应你了，拍完这部古装戏，下一部肯定是时装，而且是偶像剧，行不？好，那晴姐，我先走了。行，你可把这个剧本看好了啊。嗯，所有的都要看清楚了。好，努力啊。没问题。嗯，晴姐。哎呦，小白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我今天真的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冰冰要搬。不知道，他搬去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总之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不过，我这个女儿真是太麻烦了，你只……哎，有完没完呢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在办公室等我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别走开啊，别走开。尊敬的密斯和，哦不，请容许我称呼你为敬爱的大母娘。什么大母娘啊？我不是你大母娘，你起来，不要胡说啊！起来起来，你不起来我就不跟你说。我还没念完。念什么念？对不起，亲爱的大母娘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吧。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请你原谅我。我现在单膝跪地，为你送上一束美丽的鲜花。希望你能感受到我深深的歉意。说完了哈，我都不知道是谁教你的这些烂东西。起来，这是画店老板帮我写的，他收了我五块钱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你干嘛呀？你就原谅我吧，我这99朵玫瑰花，既代表了99次歉意，也代表99次谅解，请你原谅我。行，既代表99次宽恕。我原谅你了，别再念了，别再念了。嘘，我原谅你了。起来！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我跟冰冰之间的关系，我认为他还爱着我，所以我要为他留下来。请你原谅我之前的鲁莽行为，以后我也会尊敬你，爱你。我不需要你的爱，麻烦你走吧，走啊！你接过这一束美丽的鲜花，我就走。我今天来是要向你表达我的歉意，表明我的决心。我真的不是来骚扰你的，你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。再见。我没有好日子过了。Shen，我回来了，Shen。Shen，Shen。不会吧？She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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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再来烦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可能让你再住在我这儿了。我不住，
我求你收留我。绝不可能，你再这样我就报警。Shen，我爱你。病你啊，会说中国话吗？咱俩都是男人，什么爱不爱的？会说就说，不会说别乱说。你别生气，Shen。哎，连性别都不分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阿姨，不是你们想的那。回家喽。你说你回来干什么？谢谢。嗯，我上飞机的时候，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：怎么搞定冰冰他妈？我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分析了一下 ，Miss 何有很多的身份：公司老板、金牌经纪人、冰冰他妈。单身女性什么的，但终究她逃不过她是一个女人，所以我就打算从她是个女人的角度下手，在这段时间里对她展开一段非常猛烈的情感攻势。也就是说，你闭嘴吧。现在就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在我这儿还要住几天？就住一天？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在我这住那么长时间呀？可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要真想解决问题啊，你就直接和冰冰说。不行。我说什么了你就说不行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要说什么？你要说结婚，结婚不行。结婚是我30岁之前的人生底线。雪，我知道我现在伤了冰冰的心，但是我必须要去挽回她，所以冰冰 Miss 何，我要双管齐下，这样我才能得到人生的幸福。雪，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给你一个机会见证的奇迹。你在说什么呀，大哥？机会见证的奇迹，奇迹见证的机会，见证奇迹的机会，滚！雪。我们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离我远点！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，我可以帮你做饭，擦地板、洗衣服，我都可以。除了帮你生猴子以外，我都可以做的。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仆人，我就是你的主人了。你丫跟谁学的中文啊你？我的素食儿友，是我加州理工的同学，他是个北京老炮儿。老炮儿的，你应该拜郭德纲为师，你知道吗？不认识啊，我知道王自健。喂，谁？你收留我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仆人了。你是个病人。